我给你洗个水果。好。不不，那个比较难刷，我来吧。哦，哎呦。行。洗。开启洗碗模式。让他们回来就看到，哇哦。哇哦。这个车堵得真好。他刚才自己洗碗的时候还要运个气，对，现在就哇哦。那你这堆的太多了，我在这边帮你洗洗吧。你别沾到了。这个非常细。我身高不够，把它弄短一点。你还想多高哦？你想长到1.7米去啊？哦，好宠溺哦。OK 吗？你在这里干嘛？边守神啊！这个角度，开心的。哎，还不让人走了？哎呦，还不让走了？再给你整个蝴蝶结好了啊！好了，去吧。哦。哦。那个，哎呀，不是。马总心里想的肯定是：凯卫，快点来看呐！回来了！话音刚落啊，回来了！哇，这一波我估计前方的高能啊！哦，就你们俩来了吗？为什么这么淡定啊？成熟的男人，你记住，他是一个成熟的男人。对啊。哦，都吃完了是吧？吃完了就好。都吃完了吧？还没吃。你们还没吃东西啊？是不是没想到？我们也没想到。我的天哪，都干嘛去了今天？不知道啊。好吧，来给我。你怎么懂我这意思呢？必须的。哎呦，你怎么懂我这意思呢？他怎么就不懂呢？你把水果吃了吧。把水果吃了吧？什么水果？橙子是什么？我们去超市买了一点吃的。好。啊，你们刚才去超市了？你吃了吗？我吃了点。你没骗人。我下午茶吃的比较晚。你还吃了下午茶？就是下午茶，没吃晚饭。哦。为什么你们的生活如此的滋润呢？没有，下午茶的意思就是你点了个外卖。啊、感觉橙子跟凯卫比较熟一点。这个锅一会儿洗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少少蒸一点米饭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鳗鱼饭。鳗鱼饭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把这个锅起出来啊。好。来点米。整点米，那还是要掏一下吧。啊，掏一下，放往里，这个、够不够？我想想啊，你看着倒。对，几个人吃？我不吃的吧。我也是想吃一点点。那对，那你就一人饭就好了。好，我跟陪着你吃。哎呀！满意吗？这么个量。来，尝一眼，我感觉不太够啊。对，我觉得再来点吧。可以了。OK。嗯。通过了我的审核了。35分钟啊。刚刚是谁？
刚才谁煮的米饭？我煮的。你没有点开始。快削他！哦。程总，明天几点？来了来了。我明天下午的时候才开组会。啊，感恩。但是，哦、但是我已经约了车了。哦，约了车了是吧？对。好的。有0.3秒的迟疑。他感觉到了，他旁边看了马董一眼，但他没说是他送。对对、啊、对，程的心虚了，心虚，不好意思，不敢失误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有点难说了，有点伤人吧。